同学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给大家开启关于二零二三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税法这门课程的巧学基础班。何为巧学呢？我们是一个系列，就是想通过最短的时间啊，呃，争取用最愉快的方式，让大家尽快的通过考试。所以我们在巧学基础班里面。 争取啊，用最通俗的语言给大家去讲解每一个税收制度啊，呃，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把原理搞清楚，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对吧？呃，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然后我们纳税人或者是征税人，他怎么啊、呃、要体现出一个成本效益原则呀？等等，反正就是我们要呃理解它，因为成年人学习就是靠理解。 然后除了我们有巧学基础班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巧学习题班。习题班呢，就类似于给大家收网。我每年啊都会在习题班里面给大家公布，说你看啊，去年我们是公布了六十道大题，我估计今年也差不多啊，会给您公布这几十道大题。因为我们呃，就是您在听我课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基础大通关。 我们还有一个好题，对吧？好题大通关，所以您可以通过这个好题里面，我们有一个二维码，您就能够把我最后给您公布的这几十道大题，通过习题班的讲解，通过自己每道题做上它五遍。 反正我觉得巧学系列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考试。您看我们现在是三月中旬左右，我们是八月底考试，其实满打满算也就是五个月时间。五个月时间学税法，再加一门会计啥的都没有问题，因为税法本身它并不难，它就是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就 OK 了，对吧？所以大家就呃。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嘛，呃，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正式的给您讲解基础班的内容啊，巧学基础班。在这个班里面呢，我每年都是先从第二章讲起。我觉得第一章的内容呢，咱们可以把具体的实体的税种讲完以后，再回来看第一章。而且第一章是非常容易抓分的啊，就是它它每年的这个考分会出在哪，我们基本上会，呃都能够网罗得到。 啊，您不用担心，您也不用说，哎呀，我第一章没学，我第二章学的明白吗？它没有连续性啊，所以您不用害怕啊。那么我们在讲呃第二章增值税的时候呢，可能也有人会说啊、呃，这是一个最难的税种啊，我、呃、这这个我也承认啊，不光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你调研完之后有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调研完之后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它在这个税种里面，增值税都算是比较。 麻烦的都算是比较难的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我们学到后面就会发现，它比企业所得税还麻烦啊，还麻烦。那么增值税呢，真的大家得引起重视啊，因为它每年考试得将近二十来分了。 你想百分之的卷子，它能占到五分之一啊，还挺重要的。但是我们每次在讲的时候呢，还真的不是上来就给您讲教材内容啊。同学们拿出教材或者拿出我们的基础大通关等等，不，因为增值税它确实需要底层逻辑做铺垫，它确实需要原理，所以我们每次都会给大家讲一个什么谈古论今啊。我们要跟您说一个谈古论今，然后这个谈古论今说啥呢？就说三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跟您说一说世界的增值税。 就增值税，它不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啊，是世界的。然后我们国家呢又引进了，又效仿了。然后我们就说中国的增值税，因为我们在引进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呃，虽然是我们呃 copy 了他们的税收制度，但是我们一定是原则性跟灵活性相结合。哎，我们得适应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一会儿给您讲讲中国的增值税，然后我再给您讲讲增值税本身的底层逻辑，增值税本身的原理。 所以有些人说啊，谈古论今好麻烦，不要去听了。不，您听完它以后，您最起码框架建立起来了。后面我们在正式讲解具体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它做铺有它做铺垫，很多内容是好理解了。您知道为什么了？ 好吧，那么我们上来就跟您说一说世界的增值税。先来说到底什么是增值税呢？他说，增值税啊，从理论上讲，它就是单位。当然，这个单位我们以企业为例吧，为企业为典型，就是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你们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但凡有增值额，哎，你们就得给国家来交这么一种税，这个税就叫增值税，它是流转税的一种。什么叫流转税呢？就是流通转让啊，你得流通，你得转让，你得得卖出去嘛。 所以它不就是体现出了一种生产和经营的这么一种过程吗？哦，它叫增值税。然后你就会问：哎呀，这个增值税到底是谁发明的呀？谁提出来这个词儿啊？其实这个词儿本身不是特别好理解。谁提出来的呢？我们就说了，说这个思想啊是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到现在都一百多年了啊。最早出现的呢是1917年左右，美国有个经济学教授叫亚当斯，他提出来的。 你就会发现，确实，欧美他们比咱们工业化要早很多，比咱们要发达很多。所以，正因为人家发达，正因为人家工业化早，所以人家的这个就比咱先进嘛，对吧？那么，既然他们欧美先进，他们的政府肯定在管理方面也比咱们强。所以那个时候呢，人家美国的这个经济学家教授，人家就提出来了，说得有增值税这么一个事儿。 那你说他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人家那个国家是有税收的呀。其实你你你就说中国吧，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政就是靠税收啊，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这么国泰民安啊？你就说在疫情期间，这么多志愿者是不要钱，对吧？但是还有很多大夫什么呢？他是是需要国家给财政支付的啊。而警察在那盯着，他也得拿工资呀。这些都是靠税收，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一九一七年左右。 在美国那边就已经萌萌芽出来一种思想，就有一个增值税。就具体这增值税到底是什么样，那个时候还肯定是个雏形，对吧？然后就说了，这个亚当斯首先提出来了增值税这个说法了。但是呢，他虽然他提出来了，但是美国没有真正的应用起来。就是到今天此时此刻，美国都没有增值税。一会儿我会给您讲为什么他没有。但是他没有，就是美国没有啊，不，他不代表欧洲没有啊。最后谁最先？ 实施的增值税呢，其实就是法国。一九五四年，法国正式提出了增值税这一个全新的概念。哦，也就是说，你看，在上个世纪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四年，这也差了三十多年了，对吧？哎，法国提出来了有增值税。其实，在这一点上啊，你可以能够理解出来。你看，前些日子说法国这个工人罢工游行，对吧？说退休年龄啊，等等啊，还有在两三年前，呃，说这个法国的老百姓。 啊，到加油站去加油的时候，发现哎贵了，然后人家说里面加了燃油税了，就这么一个税字。当时呢，法国老百姓就穿上黄马甲，就开始上街游行了。其实从这一点上，你就会发现，欧美国家的老百姓对税收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法国特别敏感，他们就觉得税款、税收直接就影响着我老百姓，你从我这多拿走两毛钱。 哎，我就少得两毛钱，就这么简单。但是在这一点上，你看我们学税法，为什么很多同学觉得头疼、摸不着头绪？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如果您不学税法的话，你还真不知道什么增值税啦、消费税啦、什么房产税啦，还真不知道。像我们现在讲的增值税，跟下一章的消费税，那是我们生活当中密不密不可分的了，这根本就逃避不了的了，对吧？我们学完了才能明白。 然后这个时候呢，您来接着往下看，他说法国推行增值税之前，它也实行一种按照流转额干嘛呢？说全额征收的那个时候呢，法国叫什么营业税？您看啊，营业税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有的。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什么呃，就是在这个建立税收历史地位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是也是产品税了，什么工商业税了，乱七八糟一大堆税，但是呢，都没有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这种大的税种，这种特别稳定的税种都不多。所以当时我们最早也是有营业税的啊，在工商业税的基础之上，在产品税的这基础上有个营业税。就这个营业税最早呢也是。 法国啊，法国它先有，因为它经济发达呀，它总是有生产企业、有批发企业、有零售企业，又卖给老百姓，哎，他们就有一个营业税。这个营业税是什么呀？是按照流转额的全额征收的这么一种营业税。但是这个税有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个重复被征税的问题。 您看，他说说这种营业税的特点是，商品每经过一个流转环节，就以销售额的全额征一道税，税负随着流转环节的增加而进一步的递增。在这一点上，我给您随便举个例子，您看啊，为什么说营业税不能要了？比如说这块手表，看下这块手表，它是从生产业，最起码得先有人把它生产出来吧，比如说。 A 企业先把它生产出来，生产出来以后呢，就卖给了 B 企业，卖多少钱呢？卖一百块钱。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 A 就跟 B 说了：“你除了给我这个表一百块钱，你还得给我来个营业税。假设营业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十。”好，B 说：“行，我给你一百，我再给你一百的百分之十，十。” 这个 A 呢，作为生产这块表的企业说，说行，我把这个十啊交到税务局去了，这不就完了吗？接下来 B 他不是最终用这块表的人，他是一个批发的。好，批发完以后，他又卖给了 C，C 是什么？零售商。然后 B 呢就得跟 C 说啊，你看我了嘛，花了一百一才把这块表买过来，你现在呀，除了要给我一百二。 你再给我来一个一百二乘以百分之十十二，然后 C 心想了，行，我给你，对吧？我得从你这批发过来呀、啊，我从你这批发过来以后，我好往外卖呀、啊。这时候这个 B 呢，说行，你给我一百二，再给我十二。B 说了，这十二啊，我就交到税务局去了。然后 C 呢就说，行。你看 C 花了多少钱啊？C。 B 是花了一百一，C 呢是花了一百三十二，对吧？C 现在终于买完以后，就卖给了老百姓。当他卖给老百姓的时候，他卖多少钱呀？他肯定得说，看见了吗？我为了把这块表买过来，我花了一百三十二，你呀，你给我一百四，然后你再给我十四，给我一百五十四。这老百姓他喜欢这块表啊，对吧？不跟我赛的，他喜欢他就得买呀，买吧。 就掏出来了一百五十四块钱，然后作为这个 C 来讲呢，他拿着这一百五十四，他把一百四揣兜里了，他把十四又交到税务局去了。你会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 A 卖给 B 的时候找 B 要了税款，A 交到税务局去了。 B 卖给 C 的时候，找 C 要了税款，B 又交到税务局去了。C 卖给老百姓的时候，找老百姓又要了个税款，又交到税务局去了。你看看这税务局伸不动、绑不摇的，这收了多少钱税款呀？收了一个十块，又收了一个十二，又收了一个十四，看见了吗？这收了好几十块钱。那您知道这些钱都是谁承担的吗？这些钱归根结底全都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老百姓说话对吧？全都是他承担的。你想啊，A 往税务局交的钱是 B 给他的呀，对吧 a 往税务局交的是不是 B 给的？等到 B 再往税务局交的时候，是 C 给的呀。除了这个税款交到税务局了，他还得到了一百二呢，对吗？然后 C 往税务局交税，不就是老百姓给的吗？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商人都是层层解套。只要卖出去了，哎呵。 我前期投入可回来了，对吧？你比如说 A 是生产这块表的，你他他前期的投入可能他前期才投入了五十块钱，哎，可回来了，反正他的本儿也回来了，他还能挣着钱。B 付出的从 C 那也拿回来了，C 付出的从老百姓那拿回来了。当然了，前提条件是要求这些人得会做买卖。 得能卖得出去，只要你能卖得出去，这个东西就不停的往外流转，最后一定是流转到你我老百姓身上。但是此时它就涉及到了一个被重复征税，这个老百姓其实活的是很冤的。买一块破手表，你看承担了多少钱的税款呀？ 那么此时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税其实是怕是怕被重复征的，因为我们知道税款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但是你也别可着一个羊毛薅，对吧？你也别太玩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法国就发现了不好。您知道为什么不好吗？是因为只要你不改革。 只要你一直用这种全额，看见了吗？全额征税，看见了吗？这种营业税的特点是，商品每经过一个流转环节，就以销售额的全额征一道税，税负随流转环节的增加而递增。你只要这样，我告诉你，老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是傻瓜，你知道他会选择什么方式吗？这个人他会选择找 A 买，我绕开你超市。 我绕开你批发商，我直接找生产企业去买。生产企业心想了：嗨，别管谁找我买，哎，我就卖一百一。那这时候这老百姓说：我上生产企业去买，我就给他一百一，对吧？一百再加上十块，他去交税。你看好不好？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以后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不要去超市了，我们也没有超市了。那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要去超市，我们也不要去商场，我们就直接都奔厂子出发。 厂门口排队，想买拖鞋吗？去拖鞋厂门口买。想买被罩吗？到被罩厂门口买。那就会造成一种资源的配置混乱了、扭曲了。没办法呀，因为你每经过一个流转环节，然后就得给税务局交一次税，而那个税款呢，都是由下家给我，我交；下家给我，我交。最后最后一个下家是老百姓啊。所以此时这种税收制度。 它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它是没有批发商了，没有零售商了，那这些人去哪上班呢？那这些人上哪挣上哪取工资去呢？他没有地儿挣挣钱了，所以这样不好。那不好怎么办呢？他就得慢慢改革嘛。他要改革完以后，哎，他就觉得，你看啊，他就说了，哎，这不好。说传统营业税这个特点导致了同一个商品的税收负担随着生产也好、流通也好这个环节的。 多少而不同，哎，你看你流转的环节越多，税款就会越多，对吧？你到谁哪个环节，哪个环节不得加价啊？到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就说，我得把我付出的收回来，我还得多要点不都这个意思吗？他得有利润呢、啊，不然的话，他这个企业生存不下去啊。后面他说了，生产或流通环节越多，商品的税收负担就越重，反之税收负担就越轻。所以最早的增值税。 其实最早的雏形是营业税，是那种经过一个流转环节就给国家交一次税，经过一个流转环节就给国家交一次税。你别以为这种情况下国家高兴高枕无忧啊！好，你们都给我玩命交税吧。这时候老百姓就要么就去厂子买，对吧？要不老百姓就不买了。老百姓就会心想：我承担那么多税款你也不行。所以税这个东西啊，国家不征不行，但是玩命征也是不行的，要不然他就资源不匹配了，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法国就开始想办法了，在在这你不能不佩服人家啊，这个法国呀、意大利呀等等，它都是比较最先很发达的这些国家，政府就开始走脑子了，说不行，你看见了吗？现在这老百姓全都奔厂家下手了，这中间的这个批发商啊、零售商都没有买卖做了，这以后呢，经济就没法再运转起来了，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他就说法国针对营业税的重复征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改革和完善以后，到了一九五四年，对营业税的征收，他推行了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税款抵扣制。哎，你看这个方法好不好？什么叫做税款抵扣制呢？说以后都别这样了啊！我换一个颜色，你看啊，我换一个，换一个黄色，大家看一下。 他从一九五四年他就说了，咱可别以前，你像以前那样，以前那样重复征税，咱国家发展不起来，对吧？都资源配置都扭曲了，咱那个咱改改成什么呀？哦，A 呀，说 A，你不是从 B 这儿拿到了一百，又拿到了十嘛，对吧？那你 A，你想这手表又不是说你跟孙悟空一样拔根毫毛一吹就出来了，你肯定也是买了很多原材料进来的，对吧？你买了原材料，把这个手表就。 做出来了，那好，这时候我们就问你说，比如说你当时在做这块手表之前，你买了多少钱原材料啊？啊，说了我买了五十块钱原材料啊，然后我又给人家我又给了人家上一家五十乘以百分之十五。好，A 呀、啊，你呀、啊、交十减五，你交五，哎，看见了吗？A 是从 B 那收过来税款十，A 减掉他曾经采购那个五，你交五，然后就问 B，B。 你多少钱买的？B 说了，我从 A 那儿买的，我给了他十块，然后我现在卖给了 C，C 给了我十二。好，B 你十二减十，你交二就行了。看见了吗？他就交二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又问这个超市，你是 C 说了，我从 B 那儿买的，我给了 B 一百二，又给了十二，然后我现在卖给老百姓，我从老百姓那儿拿了个一百四加十四，行，你 C 哈拿十四。 减减，你支付出去的十二，你交二，看出来了吗？哎，此时你就会发现，它允许抵扣了。它要一允许抵扣的话，你比如说，A 原来是往税务局交十，现在交五；B 原来是交十二，现在交二；然后 C 呢，原来是交十四，现在是交二。 那这么一算的话，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人往税务局交的这笔增值税就都变少了呢？而增值税它归根结底是由老百姓要承担的，所以这时候它就避免了老百姓重复被征税。所以最终这个人再买这块手表的时候，他肯定就花不了一百五十四块钱了，花不到一百四，再加上十四了。 具体花多少钱我们就不再深究了啊，因为本身这是一个最最原始的制度、最古老的制度，所以通过这个例子您就理解了哦，为什么我们像呃为什么法国他要在原来营业税的基础之上要给他做修正，要给他做变形，哎，允许他进行扣除。所以接着我们来看说这个计税的原理，我跟你说这个计税原理真的绝了，你看啊，法国把它发明出来，说允许扣。 啊，税款抵扣之，一旦税款抵扣了呢，那就相当于是本这个纳税人都是就本环节的增值部分来交了。你想想啊，你看这个 B 从 A 那儿买的，他是不是花了一百？然后呢，他呢再往外卖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相当于就一百的东西卖了一百二？你看他是不是增值了二十？嘿，增值了二十，按百分之十，你看他是不是交两块？ 没错，你再看 C，他是不是一百二买的，卖一百四，他也是增值了二十，你看他是不是也交了百分之十二啊？所以他就是，他都是变成了，哎，到我这个环节增值了多少？在我这个环节增值大，那我就多交；在我这个环节增值小，那我就少交。其实不管怎样，你往税务局交的全都是人家的那个买方给咱的钱。 增值大也好，增值小也好，那不就是你卖的价钱高，你卖的价钱低吗？你卖的价钱高和低不都是人买方给你的吗？能理解这意思吧？好，那么比如说我们给你举个例子，你看这个 C 嘛，它是一百二买过来的。比如说他卖给老百姓，他并不是卖了一百四，他卖了二百。那么这个时候，那就相当于是得是二百跟一百二比，增值了是八十八十乘以百分之十，那就应该是八。 能理解这意思吧？所以他就增值部分来征，然后后面就说了，法国发明的这个增值税啊，就说了，其计税原理呢是以每一个生产经营环节，其实就以每一个生产经营者发生的这个货物也好、劳务也好，全部的销售额为一个计算税额的依据，按照你们当国适用的税率算出一个整体的税负。哎呀，这个方法太绝了！ 怎么叫太绝了呢？你看啊，比如说我这啥都有，因为我们在讲增值税的时候，所有的货物都需要交增值税，对吧？比如说我这笔吧，我是一个笔的生产企业，但我要把这个笔生产出来，我得买很多紫色的塑料，我还得买很多笔芯等等啊，这那这那都是我原材料。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做好了一万支笔在这放着了，我一我一支笔从我这个环节我卖十块钱。 那就是十万块钱，对吧？好，我就拿这十万块钱来乘以咱们国家当国它的这个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是百分之十三，看着啊，百分之十三，其实相当于是十万块钱的百分之十三就是一点三万。它这个方法绝在哪儿呢？它就绝在现在我把它卖出去，因为你不流通不转让是不需要交增值税的，你肯定是卖你才交。 啊，我卖出去了，我跟人谈好了啊，我跟客户谈好了，客户说了十万就买，我就卖给他了。这时候相当于是这些笔在地球上，现在站在增值税的角度上，它整体的税负应该是一万三，应该是一万三。那么作为我这个笔，比如说我得利，我现在是往税务局交一万三吗？不，因为它是一个增值的概念，我就得算计算计。哎呦，卖了十万块钱，在我这个环节增值了多少钱呢？ 那你肯定是，哎呀，这塑料是我买的，三万买的，哎呦，这笔芯是我买的，两万买的，那就说明这三万和这两万是原先就有的东西，对吧？它不是从你这儿给它增值、增增值、增上来的，所以相当于是最原始，我们是买了五万块钱的原材料进来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当时在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人家原材料钱，我们又给人家一个增值税钱。 增值税，它是买方给到卖方，卖方往税务局去交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说过，增值税最终都是老百姓承担。因为这是最终是老百姓买吗？老百姓是最终消费者吗？所以它都是。 最底层的逻辑都是买方给卖方，买方给卖方，对吧？那就说明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比如说买了五万块钱的原材料，我们当时除了给人五万块钱之外，我们还给了人家五万乘以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税，那就是六千五。这时候你得有证据啊，有证据吗？比如说这有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在兜里揣着呢。 那好，此时我真正把它卖出去，把这个笔卖出去的时候，是允许我减六千五的啊，一点三万减去零点六五万，这就是我应该往税务局去交的增值税。您看见了吗？他说的就是先算整体税负，同时对于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物料的已纳税款允许抵扣。所谓的允许抵扣，我跟你说，一个政，一个国家一个政策。 中国有哪些让你抵，哪些不让你抵？这都是我后面会给您正式，得好好讲的。考试就考哪些让抵，哪些不让抵。但不是每个国家都一样的，对吧？哎，他说允许抵扣的。征税的对象呢？征税对象是什么？就是为生产经营活动中新增的那部分价值。哎呦，这时候有人突然说：“嗨，你说了半天，你把新增那个价值算出来不就完了吗？”看这句话。 他说：“征税的对象就增值税，真正的征税对象就为生产经营活动中新增的那部分价值。”我告诉你，这句话就能把你带歪了。有人就说了：“哦，新增的那个价值，哈，好，我我来算计算计啊，我这一堆笔，比如说一万支笔，我这一万支笔，我得买塑料，我得买笔芯儿，我得买燃料，买进来，对吧？买颜料，就是里面那个紫色的那个颜料买，买买进来，买进来以后我生产，生产完以后我卖。”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世间万物啊，就是我们记得好像是说丹麦呀、啊，不是哪个国家说他们的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的货物已经是以亿为单位了，就是多少上亿了。咱们国家也是一样，上亿了啊！呃，上到你的眼镜儿啊，你你穿的拖鞋，你们家所有的窗帘，这些全都交增值税，全都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那么你任何一个搞生产的一个企业，比如说搞生产。 你们企业就生产这一种笔吗？你是不是生产出 n 多种产品啊？而且你每一种产品，它在采购原材料的时候，价格是不是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五万块钱买一堆，有的时候八万块钱买一堆，对吗？那这时候你能够精准的算出来，你现在往外卖的这些东西，在你这个环节增值了多少钱吗？你根本就算不出来。 如果要是这么算的话，就会把企业的会计累死。全世界也不可能两百来个国家都有增值税，那方法根本就行不通，那根本就不现实，你根本没法算的。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给您讲，增值税它绝就绝在它没有把真正的增值额算出来，算不出来。如果您之前学过税法的话，我告诉您，有一个税真算出来了，就是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是真的把土地增值额给算出来了，因为它太好算了。买这块地三个亿，盖这个楼十个亿，对吧？中间又花了两个亿，不一共就十五个亿吗？卖了二十七个亿，你拿二十七个亿减十五个亿，一下子土地增值额就出来了。因为土地的事儿太简单明了了，没有这么杂杂七杂八。而我们这里边的每一个商品，您看看，鼠标嘞，什么项链嘞。 对吧？这是这这都是货物啊，这这药嘞，这都是货物，这都是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你任何一个药厂，你都能准确的算出来，每一盒药或者每一批药在你们环节，在你们这个环节增值多少，你算得出来吗？你算不出来。他只是告诉你，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生产经营活动中新增的那部分价值，但是你是求不出来它的。你是退而求其次，你先算一下，你把它卖出去这一批卖十万。 整体税负是一点三，减掉当国政府让减的，剩下的就是应该交的增值税。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倒推出来增值额。怎么倒推呀、啊？你想想，如果你交了零点六五，你交了六千五百块钱的增值税，而我们的增值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三的，相当于是我们是乘以百分之十三，得了六千五。那么我们就拿着六千五百块钱去除以百分之十三，哎，你会发现还真是的。 增值额是五万，你看增值额是不是五万？你卖了十万，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买这个买那个，一共是五万，给了人家一个五万乘以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税吗？是不是这意思？哦，明白了，原来啊，这个增值税是没能把真正的增值额求出来，求不出来啊！你放心，谁也求不出来，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很多，别说生产企业，你批发商也是一样。 你批发商，你得批发进来 N 多种东西，超市也是一样，对吧？它能够每一个都精准的算出来，在我这个环节增值了多少吗？哦，我六块上的，我卖八块五，在我这个环节增值两块五。你每一个产品你都这么去算吗？不可能。所以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法国在原来的营业税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这个修正完以后，变成了现在的增值税呀，它并没有把增值额算出来。 它是先算整体税负，然后再减掉当国政府让减的那个差，就是该往税务局交的增值税，简单吧？简单。它也可以倒推增值额，这时候你再推增值额其实没有意义了，对吧？我们把增值税都求出来了，你再倒推增值额干嘛呢？就告诉你它可以倒推的，啊。好，接着我们来看，说法国的增值税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全球迅速推广。你就想，但凡在全球能够迅速推广，在我跟你说，全世界最最聪明的就是咱中国人了。连那些欧美的那些，他们都愿意用，那说明这个方法绝对好用，绝对简单。所以有时候你学完了底层逻辑以后，你会发现，增值税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税，你只要掌握住了，先算整体税负，到哪家，到哪个企业，哪个企业就先算整体税负。 啊，我卖了多少钱？我拿我这个卖了多少钱乘以税乘以税率，就是整体税负。然后我再掏兜，我看我兜里有几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让减的就减掉，剩下那个就都该往税务局去交，就这个意思，对吧？后面他说，目前已经有两百来个国家了，对吧？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这个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大多覆盖所有的货物和劳务。你看我们国家在刚开始引进增值税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货物。 和劳务，这个劳务指的是加工、修理、修配啊，他们也是应该给国家交增值税的。为什么呢？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说大爷，你在哪上班啊？那大爷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京某某自行车修理厂。我那时候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是家家户户的财产啊，还、啊、挺贵的。所以他们坏了的话，都是专门上那个宣武门的那个自行车修理厂去修理。 那么那个自行车的修理厂，他提供的就是一种劳务，他给人家修换个脚蹬子呀，换个什么车条啊，他都要收钱的呀，所以他收的这个钱是要给国家交增值税的。那你想，为什么这种加工、修理、修配要跟货物一样，都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啊？你想。 当时那视频上就能体现出来，这个大爷有一车的工具，有车轮儿，有车条，有车灯子，这些全都是货物。也就是说，你在加工也好，修理也好，修配也好，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那些工具，都离不开那些有形动产。所以，我们国家在引进增值税的时候，就让劳务就加工、修理、修配跟货物一块儿，你们都归增值税管吧。那么有这些归增值税管，那那些呢？ 你比如说婚庆啊，有结婚的，什么司仪呀、啊，什么典礼呀、啊，还有白事一条龙，还有我们说的什么洗浴中心，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运输行业啊，像邮政行业，那那怎么办？你们都归营业税管吧。一会儿我们就会给您说，咱们国家在一九九四年分税制改革，确立两大流转税各占半壁江山，啊，所以你看，我们当时在确立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时候，是跟国际接轨的，就是从国际上来讲，也都是针对于货物。 征增值税，因为货物这个东西，它确实不就是我生产这项链吗？对吧？我生产完这项链以后，我生产，我一生产肯定不能是一条，我生产一百万条，然后我就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就开始到超市、到商场了，再卖给每一个老百姓嘛。所以货物这个东西，它特别好算，我卖了多少钱？我有客户，我跟客户签合同多少钱？然后整体税负等等。所以最早就到目前为止啊，全世界很多国家。 它是有增值税，但是也都是针对货物而言的。像我们一会儿说，咱国家的改革现在不光货物，什么呃什么服务啊，什么无形资产，全都征增值税了，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国家跟咱国家一样全行业增值税的，没有。因为增值税它就是针对于货物而言，简简单易简便易行，也可以理解成简那个简单粗暴啊，特别好特别好征这个税。 然后接着又说了，他说那个美国没有增值税，美国大部分州有销售税。就是我跟您说一下，说最早提出来增值税这个概念的人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但是美国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美国不是有五十个州吗？他每个州哎自己要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他都收一个税，叫什么？叫销售税。 啊，都有征一个销售税，但是人家说了，美国也有，比如说美国不有个州叫什么哥伦比亚？呃，它叫哥伦比亚特区，它不叫州，对吧？它叫哥伦比亚特区。说那个特区啊，它就没有销售税啊。正常来讲，州都有销售税吗？它没有，所以呢，就会造成很多美国人啊去啊那个特区买啊，还有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人知道信儿的也跑那儿去买。他毕竟，比如说我买这块手表啊，你从。 别的州买，你就要承担价款和销售税，因为你是老百姓啊，最终消费者要承担税款呀。但是你要去了哥伦比亚特区，哎，就不需要，所以就会造成呃很多其他的州呢，就对哥伦比亚特区呢就会有一些意见，那意思你这样强买卖，对吧？都跑你那儿买去了，但人家是各个州特区独立嘛，对吧？它是个联邦政府。 正因为美国呀，它这五十个州加上特区呢，就是每个州都从自己的角度，自己州是可以立税法的。他们跟咱国家不一样，他们州和州的法律也不一样，您知道吧？你在你在中国，你考个律师证，你全国都可以执业，你到内蒙也能当律师，但是在美国是不行的。美国每个州考完以后，你只能在这个州当律师，一个道理。所以税法也是一样，它的那个销售税呢，它是只是在这一个州内。 啊，买卖，然后给这个州去交销售税。那么，正因为每个州它都已经有了销售税了，在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角度上就不敢再征增值税了，因为增值税哈，它是针对于货物，而货物的流转是最主要的，就是从北京卖到上海。 对吧？从北京卖到天津等等，它流转很重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每个州都从自己的财政收入角度都已经立完了销售税了，说联邦再想立个增值税，对于老百姓来讲肯定不干，老百姓肯定得说，要不然你们州政府就别再收销售税了，联邦政府收增值税，对吧？那你这样的话，那州政府也很厉害。所以，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增值税，因为他知道，他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没有这个这个号召力。 他就征不了，人家就是各个州自己去管自己的财政，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中国是吧？我们是中中央人民政府统一管理，我们的税法都是全国统一的。我们别说税法，刑法、民法典不都全国统一的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它拥有了一个有建立增值税的这么一个历史，或者叫做这个政治问题，我们是允是允许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就一个增值税，对吧？都是你这个东西。 你你就就就这么说吧，咱就说这个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钥匙挂链，看着啊，这个钥匙挂链生产地在东莞，对吧？然后你卖给了天津的一个企业，那这时候天津的这个企业得给你东莞企业价款，再给你增值税款，然后你增值税就交到了东莞去。然后天津这个企业买过来以后呢，他又往外卖，卖到厦门，那厦门这块呢，就会把钱给到天津，天津呢把税款呢就交到天津当地。 哎，你会发现，不管怎样，你都没有离开我中国。所以，我们国家是拥有设立增值税的这个政治因素的啊。我们是中央集权，我们都是归中央人民政府管，就这个感觉，您知道吧？所以，美国没有啊，联邦政府不敢开征。而且，我们到后面也会给您讲，美国它不靠这种流转税啊，美国靠的是个人所得税。您知道，就是像我们说的，呃。 全球的大企业的研发人员，那是全球最高工资的那波人，都在美国呢。所以他们这种个人交个人所得税，就足以养活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这样。